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师父。这位佛友他想问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，叫什么名字啊？黄莲妹。黄还是王？黄，草头黄是吧？草头黄。第二个呢？莲长的莲，妹妹的妹。对，黄莲妹。黄莲妹几几年死的？忘记了。黄莲妹，黄莲妹，看见了，干净的蛮干净的，两个眼睛分得蛮远的，眼睛有点这里面往下面，眉毛有一点点往下的。他说对的。头发后往后面梳的。对的对的。今天不错嘛，他念经念了没有啊？他有念经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妈妈在天上，在御界天呢。你想不想叫你妈妈来看看你啊？我可以叫她下来看你一次的。不过你，我讲一句话好吧？她活着的时候，她对你不是太满意，因为你不大孝顺，而且她现在刚刚告诉我说，她过去你谈恋爱的时候，她也不是很支持。鼓掌。明白了吗？好了。你好好的给你妈妈再念念好吗？她以前有念经念小房子，最近她又只有做功课不念小房子了，身体不大好。腰也不服，腰酸痛。对，明白了吗？好好念小房子，一定要念。好，听台长的话，小房子不是什么，是过去自古以来就有的四种经文的组合，都是菩萨的经，明白了吗？好好修啊。啊，他这个人还是蛮上辈子有修的，他是个男人，脾气很倔啊。明白了吗？他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，除了感情上受过一点刺激外，其他还可以。好嘞，好嘞，不要讲了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